舒服啊，好舒服。嗯，有没有好舒服？你一样就是这样刮会很舒服哦，感觉很舒服。然后后脚跟的地方要刮，这也是我们的缺点。那在我们的经络的书籍里面，它有告诉我们这有哪些缺点，可以去学习。对，就这样。你妈妈是刮，刮到脚掌你觉得有热的感觉就可以。然后呢，拇指也这样刮，虽然很小，就是都刮到。然后刮完的时候，而且你记得这边要刮到旁边，很舒服哦。好，刮完之后呢，脚，对，平时有没有很舒服？有吗？有啊。是这样子，超级舒服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，好不好？